主料，低粉150克，黄油100克，辅料，糖粉60克，鸡蛋1个，可可粉15克，泡打粉2克，香草粉5克，巧克力豆50克，黄油室温软化，加入糖粉，打发至颜色变浅，体积膨大，分次加入鸡蛋液搅匀，把所有粉类过筛，放入黄油里，放入巧克力豆，搅拌均匀，用勺子把黄油面糊压入烤盘，大小要一致，勺子背面沾水，把面糊拍平，烤箱预热180度，放入中层烤18分钟左右，放凉后密封保存。烹饪技巧，鸡蛋液要分次少量的加入，以免搅拌不均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